其实呢，因为我在《逆天奇案》里面的角色安娜呢，所以有了活命咬金这个庆号。其实我不讨厌他，但是要是我们有第二集的话呢，我希望我的角色呢可以成为过敏仙女，好像我今天的叫醒一样，比较温柔一点。想做翻啲咩形象工程，变翻做过敏仙女啊？我觉得这方面呢需要骗取的努力的。他可以试试把我的角色，就是改成你的母亲。因为母亲的形象呢是比较温柔一点，是不是？然后一定会就是很有爱心，我觉得可以帮助到我角色的形象，不要那么的任性。做妈妈你没试过，好像之前没有啊，我谂住试嘅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呢，在演戏方面呢，需要挑战不同的角色、不同的身份。譬如说作为母亲的我是从来没有试过的，所以我也很想挑战一下。之前你讲话想做哑女喎，边个想做多啲啊？而家两个我也想试，所以我提议不如就是把他们就是合并在一起，做一个不能说话哑的母亲，很有趣，很新奇。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关系的，因为在好声好戏里面呢，我是尝试了声演这个艺术，所以接下来的我希望可以尝试一下是不用我的声音，就是不能说话的去演戏去表演，可能也是一个新的方面的挑战，一个尝试哦。